大家好，我叫ET福禄，然后提案的是懒人艺术家的最新主题，就是因为最近大家都在忙选举嘛，然后就是趁第三次都在忙的时候，我们又有很多争议政策在进行，但只是现在就是一方面这些争议政策就是像是货贸啊，或者开放中资入股等等啊，他们就是同时牵涉到经济学跟政治学，所以说当NGO 就是经济民主联合，他们就是在脸书上贴一些相关的资讯的时候呢，因为太硬了，所以基本上大部分人就是看不太懂，所以想说就是来帮他们做一些图解这样。那我有 prehack 的部分是我有跟NGO 的朋友联络，然后呢就是有先确定了一个主题，就是把那个九个争议政策画出来，然后就是有两个版本的草图，然后赖中强律师有帮我们选了其中一个这样。然后今天要做就是捕捉插画家来把这个草图变成正常的插图这样，然后就是事后会再跟 NGO 的朋友确认一下就是这个图的正确性等等，然后之后再用 CC 授权释出。就是今天第一个提案。第二个是那个 Billboard